到后一第八种二十六至三十，三十九三。从到吉老吉吉来所所人的所在，就是家己伫个对面。耶稣离开船上岸，有一个人对城内出来拄着伊，是犯着鬼的，久久无穿衫，无踮厝内，独独踮伫坟墓中，看见耶稣嚎叫，就嚎叫。拍在伊的面前，大声讲：“至高上帝的子耶稣，我甲你有啥物共识？求你莫得苦楚。”因为耶稣有命令邪神对迄个人出来，因为邪神听听掠伊，用人铁链链伊，用脚铐铐伊，来固守伊，伊就带灯锁把伊的器具，伊互鬼赶到旷野。耶稣问伊讲：“你叫什么名？”伊讲：“名。”有济济鬼入伊，鬼求耶稣无得吩咐引入深渊。伫遐有规定，伫伫山内底得好食。鬼求伊，准伊入遐个伫，就准因。鬼就入遐，入遐个，鬼就对迄个人出去。入遐伫规定名，就走入山坪，冲落湖急死。故你会看见遮个代志，就出去报城内，甲乡下人知，因就出去来爱看遮个代志，就近耶稣拄着鬼对伊出来，迄人穿衫还知。坐伫耶稣脚下，因就惊，看见的人就将犯着鬼的人安怎得救？报因知，迄老松四方的人拢求耶稣离开因，因为因大惊的缘故，因就上船倒转去。鬼所对伊出来的人要求甲伊去，那是耶稣找伊去讲。你倒转恁家，将上帝为着你行遐大诶事情，诶事摆咧伫互人知，伊就去骗城宣传耶稣为伊所行遐大诶事，愿咱用心体会耶稣所行的一切，所以来好。